这个是印尼泗水长生节第一次在泗水开课，学员都很认真的练功。由于之前泗水的师兄师姐他们到新加坡到万隆去上课，回来很认真帮人家调整，所以这一次开课的时候人数非常多，老师还跟他们限制只收1200个人而已。你看到每一个人在练功就非常认真了，这边的次序也非常好。第一天上课的次序出乎我意料的好，开课他们之前的规划就很用心很认真了，所以次序管得非常好。希望以后我们雅加达开课的时候人数也能够这样多，次序也能够这样好。